你听过北斗吗？浩瀚星空，北斗指路。古人通过北斗七星来判断南北方位，而今我们借助北斗系统实现通往星辰大海的征程。虽已有美国 GPS 系统可以免费使用，但一次次教训让中国人警醒，想要不受制于人，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眼睛。我国航天人30年磨一剑，随着最后一颗卫星成功组网，北斗系统整体部署终于在2020年6月圆满完成。从此中国拥有了自己独立建造和运行的全球定位导航系统。北斗的精度更高，可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、导航、授时和其专属的短报文服务，在交通、通讯、运输、气象、水文、测绘、搜救等海陆空关键领域正逐步替代 GPS。 中国人从来脚踏实地，却不忘仰望星空。无论迷失在钢铁森林，还是到荒野中探险，北斗都在为你的梦想指引前行的方向。为北斗，为中国，点赞。